到现在的手机像素都特别高啊，于是呢有很多朋友啊，比如出门旅游啊或者到哪儿去玩啊，都拿手机呢拍拍照片啊，录录视频来记录美好的生活啊。但是随着手机像素的不断提高呢啊，这个照片还有视频呢占的内存也越来越大了啊，所以你手机呢啊用个一年半载之后呢啊，就会提示你啊，对不起，您的手机内存已不足，请及时清理。打开一看呢，我们手机里的照片还有视频太多了啊，现在呢系统已经无法正常运行了啊。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又舍不得删这些照片还有视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美好的记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下面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啊，免费的啊，可以为用户呢提供无限云空间的这么一个相册啊。关键是呢，它还可以原图啊备份你的照片还有视频啊，零压缩。那听到这儿呢，肯定有很多网友就说了，你在说笑话吗？能为用户提供无限的云空间，而且还是免费的啊，原图备份、上传下载啊，都不限速、零压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不是天下白吃的午餐吗？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啊，活动呢啊是限时限量的啊，不可能让每一位用户呢啊都免费使用。那下面呢，我就手把手教大家啊，如何啊免费领取这个无限云空间的这么一个特权啊。那咱们首先呢点开应用市场啊，苹果手机呢就是 Apple Store 啊，然后搜索一刻相册啊，完了直接安装。好，那安装完之后呢直接打开啊，打开之后呢直接这个勾选底下这个啊，然后这个微信登录呢比较方便啊，直接就微信登录了。那进来之后呢，大家在我手点的那个位置啊输入大写的啊 AAA686 啊，就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无限空间了。那激活后呢，你所有的照片和视频呢就全都备份过来了啊，这样你就可以把手机相册当中的照片跟视频删掉了啊，为手机腾出大量的空间和内存。好，那朋友们，心动不如行动，活动呢是有时限的啊，就到10月25号啊。那如果你认为手机内存不够用啊，想免费获得这个无限云空间的朋友呢啊，赶紧拿起手机啊，领取这个免费的特权啊，因为过了这村呢就没这店了啊。也希望呢啊，大家能把这么好的事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，为他们的手机也瘦瘦身。好，那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喜欢就关注格子，关注格子，每天都有新鲜事儿。好。